营业时间9点到8点，晚上8点半。哦，10月1号才开始的夜间。冲绳动物王国。这边拍应该拍不清楚。我们现在在琉球动物王的一个迷宫里面，10月份刚开业间。下面有路，从那边出来。Hello， 过来，过来。他在戏弄那只我要去录他，我要去录他。他跑过来。会放在大便，喷掉。鳄鱼的头在呼吸，看到了，就是那个颜色。哦，又通报给鳄暴走。他也是说5点就去睡觉了。那还有夜间？来错时间了。夜间其实没什么动物，都看不到。对啊。应该下午来了。嗯。但不过它看起来好像规划蛮好，而且好像有整修过，对，建筑都蛮漂亮，而且它都有路线规划很好，对，规划路线，这样就每个动物都会在看，对啊，推车友善，嗯，推车友善没错。嗯，接下来最后2天的住宿了，这是停车场，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前面那一栋红色的。停车场就在这里。你刚带进去就是这里。这是怎样被自己拿的？对，如果没有的话。都没有。按哪一拿的话？不用钱。但是左边这个要付钱，左边这是水跟饮料。他刚刚被品了。是。啊。啊，简单的，就是饭店了。应该行李箱打开。简单的饭店了。行李箱打不开啊，小浴缸、厕所要小小的，两个床、电视，就是这样，干单的。一个小卧榻。小卧榻，哦是哦，这边备品是自己拿，不用钱。有些要钱。所以国际通就是这一条，这整个哦，这边都是国际通哦。我们住在正中心，整个区的正中心。哇，热闹、就是。走过来，就到了暖木拉面。国际通，几点了？这里就你一个小朋友。开起来啊！走，待会去酒吧。酒吧喝起来。我们用那个套票的，要换这个。这个两个不算。阿朵。没有，中山高速公路。还真的是人呢，浓浓的，也不是吃。饭团。明哥来了，阿伟来了。我饿了。你们说早安？早安，我吃饭团。She doesn't know.
也能确定这些。住宿考，住宿考。路考，路考，一次一次的。其实不是用他的手速的。先莫打了。你先拍你们。拍，拍。啊？你听见吗？大吉哦！他们哦，他们这边都是。都是纸，因为他们好像反过，嗯，动。Hello, nice, thank you. Okay, sorry here. This photo change.Came outside. All right, thank you. Bye. Thank you. Bye. 皆さん楽しんでいってくださいね。行きますよ。タフリートリップ。レッツゴー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这就是像那个金门那个。这动作根本看不到啊！整个上面头上都是。不清楚。要半小时，什么半小时？还好最后有一个这个手扶梯。一出来还有地下水可以喝。现在长岛这边可以看得到飞机，飞机起飞跟降落。没有原味就好。幸福双饼，南柳南瓜，这是超难订的。我们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就要线上先抢好位置，看外面排很多人都先抢好位。玉龙的话我都不信，我决定我要点巧克力。要点一个。那第一个，那你要什么原味的？水果。它有低消，一个人一定要一个餐点，原味的，然后这边座位，就是这边座位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。那等于是等于两桌比较大的，像我们六个大的一个小朋友，我们就坐最大的。然后有一个那个原味水果，水果的香蕉巧克力的。不知道，没有，我喝完了。再帮我端一杯，再帮我端一杯。苹果，苹果。起来玩呢。QR code 搞了，地铁直接搭到现前厅，走下来就到国际通了。哦，帅哦！帅哦！然后这个小朋友现在在睡觉。哦吼，月光阿年五月，龙爷来了，这里啊。第一木质公社市场，拜拜，追你，快点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。
都大一点嘛。一个 baby 啦，他都要数乐时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。他先上去帮我们约位。他楼上好像八点过后就不接客，所以他先帮我们卡位。反正我们先挑。讲话。你要说你们点的，他里面没有他。你们看宝玉的。宝玉的是吃完的。冰冰的，还没洗澡哎、欸！哎呀，洗完澡对吗？太冰了啦。上澡。我们要回去了。对啊，所以要乱。现在已经在机场，然后买机场也有那个饭团。他是说，我收据丢掉前我都有拍起来。因为有人昨天才一个玉泉盾杯杯鬼狼歪起。整个人歪掉。